来跟我们想要买什么？这个。哦，它是整只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切啊。哦，自己切。那是要拿去钓什么？哎，螃蟹。这是那个回灰吧？回灰。对。现在要在钓具店先买一些材料。这就是蟹鱼的给洗。哇。为什么要大一点？就是因为螃蟹来抱住的时候，因为你太小了，它会这样夹。哦。大块它才会抱住，啊，你拿起来它才不会掉。用那个厨房的滤网。哦。然后就这样装进去，装的时候还是要外挂，要再加钱的，不然那鱼肉会浮在那个水上。那这什么鱼有差吗？如果要钓螃蟹？有差。哦。只要是鱼肉。他们都吃。等一下，我们就靠这一袋。哦，哦，那是红色的吧？这就是雷公鲟，你看我这样摆着。哎，他没抓到，旁边还有，旁边就是我们的目标螃蟹。哦，绿色那个、哦。对对对。哦。就是引到这边，有没有？网子这时候就是要这样，让它比较紧。嗯。调皮的小螃蟹。哇，中了！这样子钓了一只，耶！这里不能吃，螃蟹 get。对，一定要等它抱住。对对对，慢慢的，它因为它抱住就不会掉了。耶、yeah, ，不错不错，来，耶、yeah ！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哇哦！带子的钓竿呢？2019年最新时尚，网竿。哎呀！哦，这是卡大呢！哦吼、哦哦！啊！给他僵持。哎呦，是哟，小金一只了，耶、yeah ！又有了，又有了，来、哎，你捞，你捞，好，移过去。哎呀 ，get， 要中了，有一只。因为钓螃蟹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直寻，一直寻这样。你要把摆着就好了，摆着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去抱了，他抱住了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你要稍微拉他才会抱。好，可以，你拉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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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对对对。我还要逗他就是了。对对，要逗他。没准备，你可以靠过去。哇，厉害厉害！这些因为哈大小太小，我们还是把它放生好了，等它长大一点以后再来。好，拜拜喽！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，和我们一起钓鱼吧！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，请记得寄信到我们的信箱。